下面我们来学习黄疸啊，黄疸是个常见的症状。那么首先大家明白胆固醇的正常代谢，这个胆固醇的正常代谢大家注意了，一定要诊断学和生物化学有部分不一样，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哪些不一样？注意不一样的地方，讲到的是什么？肠道、肾脏里面代谢。前面的单核细胞系统、血液、肝脏，这整个代谢过程都一样的。后面的，在生物化学和诊断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跟生物化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好了，其实我在生物化学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什么，胆固醇正常代谢已经说过。我说胆固醇正常代谢，胆固醇是来自什么？来自于红细胞的崩解。红细胞崩解之后，血红蛋白释放出来生成血红素，血红素的代谢产物就是胆红素。那经过胆绿素、胆红素、胆素、胆素原，马上给它搞定了，是不是？好了，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大致过程。那么胆红素代谢，那么就是红细胞崩解，说是红细胞崩解之后，释放出血红蛋白，在单核推迟细胞系统，也就是肝脾，那么转变生成血红素、胆绿素、胆红素。好了，胆红素是个有毒物质，那么必须经过血液转运到肝脏去解毒。那么胆固醇直接假如经过血液运送到肝脏去解毒，那么每个正常人都应该有黄疸了，因为黄疸最主要的物质就是胆红素，所以在血液中运输，它绝对不能以油腻的形式运输，跟什么结合运输？跟血浆白蛋白，也就是血浆清蛋白结合来运输。所以我们讲到血浆蛋白的时候，在生物化学跟大家讲过一个什么，血浆的蛋白一个什么作用？运输作用，就是运输这种胆红素、运输钙离子，这些物质，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出来了吧，胆红素跟清蛋白结合了之后，从血液循环运输到哪里去？用到肝脏里去，肝脏中去了，再给它解离为胆红素，血浆白蛋白，再游离出来，在肝脏中间，大家注意，这种胆红素假如被跟白蛋白结合游离出来了，它叫什么？游离胆红素，也叫未结合胆红素。大家注意，这是有毒的形式。那么它必须再进行解毒，用到哪里去？用到肝脏的光敏内质网，就是滑敏内质网中去。那么在这里又换了第二个卡车来运输它，叫做什么 ？Y 蛋白、G 蛋白。所以 Y 蛋白跟 G 蛋白结合了之后，进入运输形式，运输到光敏内质网。所以你看看运输形式有两个，前一段跟哪个结合？跟白蛋白结合。这一段跟 Y 蛋白、G 蛋白结合，运输到内质网，运输到内质网在这是干什么？把这个什么游离胆或者就是未结合胆红素跟葡萄的全羟基反应，我在生物化学跟大家讲了，肝生物转化的时候跟大家讲了，胆红素要跟什么东西最容易结合？葡萄全羟基结合。所以胆红素跟葡萄全羟结合形成葡萄全羟胆红素，这是一种结合胆红素，水溶性增高，对于人体没有毒性。所以我们这种什么有毒性的游离胆红素，也叫未结合胆红素，那么就跟葡萄全羟基结合，那么生成结合胆红素，这就叫做什么？水溶性很高的、没有毒性的这种什么结合胆红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结合胆红素和未结合胆红素什么区别？就跟葡萄全羟基结合没有，跟葡萄全羟基结合了结合胆红素，跟葡萄全羟基没结合会结合胆红素。所以它也是个经常考虑，结合胆红素是指什么？是指什么？葡萄全羟基胆红素。没结合胆红素那是没有跟葡萄全羟基结合的，裸露的这种胆红素。好了，这就是大家什么在做题过程中一定要掌握的。好了，这种结合胆红素随着胆汁经过胆总管排到肝脏，肝脏到了肠管中间去了，肠道结果混解为尿胆原、粪胆原，从小便排出。那么这种什么尿胆原还有部分被回静脉血肠系膜静脉回流到门静脉乳肝，导致什么？肠肝循环，这就是尿胆或者什么肠肝循环。好了，还有部分大家注意了，精尿以结合胆固醇形式直接排出去。好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常胆固醇排的过程。好了，这个很复杂啊。你说何老师，我真记不住。你真不记不住，就记了个最简单的，你就这样记。我们肝脏是在胆固醇进行解毒处理的，叫生物转化。它转化的是什么？把回结合胆固醇这种间接胆固醇转换成结合胆固醇，也就是结合胆固醇，也叫直接胆固醇。所以这就肝脏最主要作用。
但是肝脏最主要作用，这些回血或胆固醇由于胆固醇哪儿来呀、啊？哎，从血液中运送而来。血液从哪儿来？红细胞崩解的血红蛋白释放而来。所以你就记住，血红的红细胞崩解，崩解释放的血红蛋白代谢产生的胆固醇，那么经过血浆清蛋白运到肝脏，在肝脏啊这里没有跟葡萄糖醛酸基结合，那么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回解或胆固醇。所以回解或胆固醇是 UCB。U 就是肥嘛，哎，所以呢，结合 B 胆红素，所以就是回结合胆红素，回结合胆红素在葡萄糖醛酸基胆红素以及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的作用下，这个转移酶就是 UGT， 那么生成结合胆红素，也就是说这回结合胆红素跟胆红跟葡萄糖醛酸基结合，那么就形成结合胆红素。好了，我结合胆红素合成完了，再随着胆汁排出去，所以大家结果看到，哎，怎么样？我肝脏。要对你胆固醇进行解毒，必须首先摄取什么回解或胆固醇，是不是？然后跟那个葡萄糖醛酸基结合，结合完了再把你以结合胆固醇形式什么排出去。所以这一个大家记住，哎，你说你上面这个图记不住，这点最简单的东西也记住，记住你的给我都给它推导出来。为什么？你比如说这个人黄疸是个主生性黄疸，你推一推，假如这个病人是主生性黄疸，就是排出的这个结合胆红素有什么不能排出去，胆汁不能排出去，主性黄疸，所以结合胆红素不能排出去。因此主生性黄疸主要以什么黄疸为主？哎，结合胆固醇升高为主，总胆固醇升高，由于结合胆固醇升高嘛，总胆固醇就升高，因为总胆固醇等于结合胆固醇加上非结合胆固醇，是不是？好了，大家注意了，哎，假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非结合胆固醇摄取功能障碍，你看看哪儿啊？哎，摄取的是非结合胆固醇，假如他障碍，当然那么非结合胆固醇增高，所以这个是个常常表现，为什么？以非结合胆固醇升高为主。哎，这个你是不是给他搞定了？是不是？假如这个病人是肝细胞，哎，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细胞坏了之后，里边甲肝的、乙肝的、急性的，那么他有黄疸，这个是个哎黄疸是什么？这个是黄疸由于肝细胞功能障碍，肝细胞破坏嘛，肝细胞功能障碍，那么它的摄取功能也减弱，它的排出功能也减弱，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哎，摄取功能涉及的是非结合胆固醇轻度增高，哎，结合胆固醇轻度增高，所以这两者都是轻度增高，所以你掌握这个知识点了，你看这些你重要的东西你直接给它推导出来，是不是？就不要不死记硬背了啊。好了，大家看看这三种啊黄疸原因的鉴别，这是他的考试重点，尤其是前三项，哎，对大家考试很有作用。一个正常人结合胆固醇就跟葡萄糖醛酸基结合胆固醇大约是0-6.8微摩尔每升，一个非结合胆固醇就没有跟葡萄糖醛酸基结合的直接间接胆固醇大约是1.7-10.2微摩尔每升。好了，这个代号希望大家记住，考试中经常出现的代号，哎 ，CB 结合胆固醇 ，UCB 会结合胆固醇 ，CB 比上 TB， 那么就是结合胆固醇跟总胆固醇比值，而总胆固醇等于结合胆固醇加上非结合胆固醇，所以大致0.2-0.4，什么意思？20%-40%，也是正常人，我们结合胆固醇占总胆固醇20%-40%，不会超越50%。好了，大家注意，哎，正常人尿胆固醇阴性，哎，尿胆原也是阴性，那么它的定量是0.84-4.2。好了，我们再来看淤胆性黄疸。淤胆性黄疸就是胆汁淤积黄疸。胆汁淤积黄疸是哪儿的毛病？嘿，胆汁排出障碍。这假如是个胆总管的话，我给胆总管读起来了，胆汁排泄障碍，胆汁排泄障碍，大家看看，首先表现什么症状？哎 ，CB 增高。因为你胆汁不能排出去了，胆汁排出去的就是结合胆固醇嘛。胆汁不能排出去，当然结合胆固醇会大大的增高。所以这种病人有黄疸。总胆固醇绝对增高的，但是以什么东西为增高为主啊？哎，以结合胆固醇增高为主，因为它是淤胆性黄疸，所以你看看，这以结合胆固醇增高为主，哎，非结合胆固醇是轻度增加。由于你是结合胆固醇增高为主，这大家看看 ，CB 除以 TB， 由于你 CB 大量增高，那么 CB 比上 TB 是不是增高啊？是的，哎，我们正常值是0.2-0.4，其实20%-40%，这个值呢可以大于。50%，大于0.5。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溶血性黄疸。溶血性黄疸就是红细胞被干掉了，红细胞崩解，红细胞崩解产生大量的胆固醇，这种胆固醇是什么？哎，是什么？间接胆固醇，是不是？哎，回结合胆固醇。所以溶血性黄疸以回结合胆固醇，也就是UCB 增高为主。
那么结核胆固醇的轻度增高。好了，由于它是非结核胆增高为主，那么其中结核胆固醇相对含量呢要降低，所以结核胆固醇CV 比上中胆固醇 TB， 那么它什么比例要降低，小于0.2，所以这一大特点。好了，还有一个肝细胞性黄疸，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功能、肝细胞功能衰竭。由于肝细胞功能衰竭，它能不能摄入这个什么游离胆固醇？不能。由于肝脏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它能不能分泌结核胆固醇也不行。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两者都会升高，结核胆固醇会结核胆都是升高，但是都是中度升高，这就是它的特点。由于它中度升高，那么 CB 也比上 TP， 那么它的比值大约都不变，0.2到0.4。好了，这就是它的鉴别诊断的主要特点。好了，还有一个对大家注意作用的玉胆黄疸。玉胆黄疸当这个什么胆总管出了手术的时候，很少有胆汁进入胆总管，所以这种病人常常会导致尿胆源怎么样减少甚至消失。好了，这就是它的特点，这些特点偶尔会考到，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先天非溶血性黄疸。先天非溶血黄疸考过3次啊，考的不多，但是一旦考到，大家什么容易出错，所以大家什么还是把这个东西牢牢的记住。一般看书大家都记得，但是属于完全忘记了。为什么？这个阳文太难记，4个阳文。第一 ，Jabert 综合症 ，Jabert 综合症这是个先天性的非溶血黄疸的之一。它有什么特点？它的肝细胞摄取障碍。肝细胞摄取什么东西啊？摄取的是非结核胆固醇，摄取的是间接胆或者非结核胆固醇。摄取进去干什么？摄取进去给它葡萄糖血酸基，然后使它解毒，肝脏的生物转化。所以这个戒备的时候认知摄取功能障，那么一想到摄取，他就马上就要想到那是摄取什么东西啊？摄取非结核胆固醇。结核胆固醇还要摄取什么呢？结核胆固醇它排泄了，是不是？所以非结核胆固醇还没有进行肝脏解毒的这种，我肝细胞也摄取，解毒好的结核胆固醇是排泄。所以大家什么这样就给他记住了，戒备的时候摄取功能障，摄取什么功能障啊？非结核胆固醇，摄取功能障碍。好了，大家注意了，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看看，非结核胆固醇是高，是结核胆固醇高。由于你非结核胆固醇摄取功能障碍，那么非结核胆固醇没办法给它排泄掉，所以非结核胆固醇就大量增高。因此，这种病人黄疸常常以非结核胆固醇增高为主。第二个，就大病僵死综合症。大病僵死综合症，大家注意了，是肝细胞排泄胆汁障碍。排泄的什么胆汁？排泄的是什么？这大家看，结核胆固醇。所以排泄的是结核胆固醇。假如它排泄障碍，那么结核胆固醇是不是增高啊？所以大病僵死综合症主要表现血清中的结核胆固醇增高，因为它是排泄障碍嘛，排泄是结核胆固醇嘛，是不是？好了，还有一种大家注意了，就是什么，垃圾综合症。垃圾综合症是肝细胞缺乏这个葡萄糖基醛基转移酶。所以由于你缺乏葡萄糖基醛基转移酶，那么它的非结核胆固醇能不能转移结核胆固醇？不能。大家就会想到非结核胆固醇大量的皮层就是转移结核胆固醇，这是个不能转移了，那么不能转变成非结核胆固醇，当然你的非结核胆固醇就在体内什么大大的增加。所以这种病人它的特点就是非结核胆固醇增加很厉害。好了，第四种就是弱胆综合症。那么两都有，肝细胞摄取非结核胆固醇有障碍，肝细胞排列结核胆固醇有障碍，所以两个都有障碍，当然血清中的非结核胆固醇也增高，血清中的什么结核胆固醇也增高，两者都增高。好了，大家注意这四种阳文搞出来的这种先天性非溶血黄疸，既然考到的，大家记住没有？我是这样记的啊，记了之后一次也不忘记，我这样记的。结核胆固醇，结核胆固醇这是因为肝细胞摄取障碍所致。摄取什么？我刚才说了，肯定摄取的非结核胆固醇，所以大家什么？结核的综合症是肝细胞摄取非结核胆固醇障碍。怎么记？我就记住摄取，摄取的摄，基，就是这个基，音韵字母的基。看着音韵字母的基了，前面有个基的，那就摄取，就摄取障碍。摄取障碍，摄取什么？傻瓜都知道，摄取的是非结核胆固醇，使它跟葡萄糖醛醇基结合变成结核胆固醇解毒，是不是？所以这种病人摄取功能障碍，那非结核胆固醇不能摄取，所以结核胆固醇血中非结核胆固醇升高为主，这道特点。第二个就大病综合症，大病综合症是 D 字开头的，是肝细胞对排泄障碍，排泄什么东西？排泄结核胆固醇。大家看看 CB
所以由于排异这次结合导致，所以这种病人常常以什么肾高为主啊？哎 ，CP 肾高为主，结合导致肾高为主，为什么？因为你排泄障碍嘛，哎，所以当然为肾高为主。好了，第三个就是垃圾综合症，那么是缺乏的是镁，什么都不一样。哎，大家看看，缺乏的镁就是有机体。我们刚才说了，在肝脏进食物转化的时候，把胆红素进行食物转化的时候，那么，是从胆红素变成会结合胆红素，然后会结合胆红素经过有机体，哎，葡萄醛酸基转移酶转化，转移了之后，哎，结合成葡萄醛酸基，那么使它变成结合胆红素。所以这个又出来了，哎，肝细胞加上缺乏这种葡萄醛酸基转移酶呢，那么就会导致垃圾综合症。好了，这个垃圾综合症怎么记的？我叫大家记住，梅西，梅西，男同学打足球的都知道梅西，哎，里奥梅西，这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哎，镁是什么镁？转移镁，哎，就是有机 C， 葡萄醛酸基转移酶 ，C 呢 ，C 开头的，所以看到 C 开头的就想到镁，看到镁就想到 C， 什么镁呢？这个里面只有一种酶吗？葡萄醛酸基转移酶就是把你非结合胆红素，哎，结合成葡萄醛酸基转移上去的，就这个酶，就它这个关键酶。由于你大家注意了，由于是葡萄醛酸基转移酶障碍，不能把你这个什么非结合胆红素转移成结合胆红素，所以大家表现了什么？非结合胆红素大大升高。好了，还有一只弱态综合症，两者都有，肝细胞摄取非结合胆红素障碍。排血结合胆的炎症，所以两者都高，会结合胆红素也高，血清素会结合胆那个结合胆红素也高，都高。哎，这就是弱态综合症。所以大家记住没有？假如这个题，哎，阳痿中有鸡开头的那些摄取，哎，就是摄取会结合胆红素障碍。假如它有什么底开头的，哎，这个阳痿之母的这几个综合症底开头的，那你就些排泄障碍、排泄障碍，排什么？排大便。哎，你记住排大便，大便的大是不是底下的排大便？哎，你就给他记住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哎，像这种东西你记一遍很容易记得很多年。好了，以 C 开头呢，大家看记梅西梅西。好了，弱态综合症，那么就是摄取会议结合胆红素排泄结合胆红素都存在障碍，所以这就是先天性会溶血结黄疸最主要区别就是啊。好了，我们再来看2000年考的这个试题，大家看胆红素生成过多是什么？哎，胆红素生成过多就是红血崩解过多，红血崩解过多我们在内科就跟他说了，在什么无效造血，就是这个病人啊，造的血细胞还没有出骨髓腔，那么这骨髓腔就给他干掉了，叫原位造血，哎，也叫无效造血。所以这种无效造血就是红血崩解，红血崩解之后当然会导致你怎么样胆红素生成过多。所以正确答案第一个答 B。第三个，哎，大家看看，就是看我们刚才就跟他讲的这个东西，他记得比较熟练。肝细胞像毛细道管的排泄结合胆红素障碍，而胆红素摄取或结合正常，鉴于什么？也就是说，哪一个疾病上面的这四种阳痿，哪个疾病是排泄障碍？我跟大家说过，排什么？排大便。哎，看底子开头的，哎，找出来了吗？底子开头的找出来的答案为 C， 是不是？哎，排泄障碍的。好了，这不是给他搞定了。结巴的中环，这结巴的中环是摄取非结合胆红素哎障碍的，那大概好，弱态综合症两个都有，哎，就有摄取原这种非结合胆红素障碍，也有排泄结合胆红素障碍，那就不大一。好了，再就是 C 开头的叫它梅西，一字是什么？哎，葡萄醛酸基转移酶，所以那么你就知道是酶了，那么答案就是 D。所以像这种 ABC 的五个大项，你看我给他是什么五个意义都搞定了，所以大家什么对这种考过的东西啊，大家知识面要宽广一点，这样大家就不会出错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血清中解心磷酸酶明显升高介于什么，血清中的解心磷酸酶明显升高介于主食叶黄疸，所以没什么说的，答案为一。哎，血清酸性磷酸酶增高，那么介于胰腺癌，所以像这种题啊，经典试题大家一定会答啊。